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没有珍惜，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此。你的剑在我的咽喉刺去了，不用再犹豫了。如果上天能给我再来一次机会，我会跟那个女孩说三个字：我爱你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10000个。